可是呢，在那个路上，我们看到了很多那个很温，我觉得很温暖、很温馨的话，哎、啊，真的真的，就很多奉茶、嗯、就给水啊，对的民众，他们就是看到很多民众，还有一些公资小公资企业，还有小行号这样子，他们就是不求的任何的回报。对啊，就是提供蛮多喝的啊，吃的啊。对，我就觉得说，那时候当你在走的时候，大太阳这样晒，忙活辛苦了，哎、对对对，就觉得哇，你就觉得哎、欸，真的，什么台湾处处有温情，对，就感觉就很温馨那种感觉，就会让你想要去。然后就看，而且大家是不是说，哎，他、啊、一瓶十块，一瓶20块啊？哎呀，这个西瓜五片5块，不是啊，他们就是完全就是，哎，你就拿，多少对，然后你就是，反正就是免费供应给这些水乡的民众，还有一些乡客可以来取用的这样。所以我觉得真的在台湾真的就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地方，就真的你没有来大甲妈祖这样走，你完全不知道，只看到这是新闻上报的那打架、啊、闹事那些。可是你实际上来走的时候，你反而看不到那些打架。我看到就是这样走走，就看到就是很温暖的一些画面。我觉得真的是，真的超棒，真的超棒，真的。我们是牛牛一家，我们今天有没有要参加一个超酷超炫的一个行程？对，我没参加过。你没参加过哈？我去年有参加过，可是真的很累，蛮，然后我觉得还蛮值得的一个行程。好，我们现在第一个点就先找到大甲妈祖。对。我们从桃园走来彰化这边。我们从桃园走来彰化这边。桃园走来彰化。我们从桃园。开车过来彰化这边了，嘿，彰化让我们开。对，我们开车过来彰化这边，然后来体验一下。现在差不多下午一点了，然后我们现在来体验看，走看我们可以走多久。啊，那么大阵仗哎。真的人超多，那沿路上你看都是人哦。而且今天是第几天？第七天了，对不对？第七天。第七天还是很多人，而且今天刚好礼拜天。而且看很多人都穿很多鞋子，你看你看我们左边那边，人真的很多，而且我听人家说，就是旗子上面他绑很多那个平安符，有没有？他平安符就是说到一间宫，他会有那个平安符给你去拿去绑，越大串就表示他去过越多宫，走越久，哎，然后拿到很多平安符，所以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不简单的一个体验来呀，因为今天太阳也很大，它已经没有任何可以遮蔽，我觉得有点热。今天太阳很大，对啊，秀琪，对啊。哇，超壮观的，有没有？哇，你看，超整齐的。我刚刚看到后面应该也快了啦，赞哦，超赞的，超赞的。对啊，哦，辛苦了。虽然没有人理我们，可是我还是可以给他们比一个赞，超赞的。啊，这个姐少角队啊，这姐少角队，这个我没看到，人超多，超整齐。彰化路二段，超赞的哦，超赞的。那彰元路啊，不好意思，超赞的，超赞的。彰元路二段，我们现在差不多走了一个小时半了，有吗？差不多哦。对，我们差不多走了有一个小时半，然后还有现在还没有看到大甲妈祖啊。然后走其实有点，不是太热了，身上也都是汗，然后我觉得皮肤都被那个太阳晒得有点痛。太阳有点大，所以我们现在有点在犹豫要不要继续走下去。对啊，找大甲妈祖。我真的是很佩服，说可以走全程的，然后这样跟着妈祖进香的那些民众，真的。我在那个 FB 那边看，感觉好像很简单，然后是就走路而已嘛。可是你要克服那个天气啊，还有一些你体力上的那些因素。
这样子让我们有点挫败了，那不是那么简单哎。本来还想说直接走，一直走到晚上哎。对，我走了差不多一个小时半了，脚酸，背也酸。对，脚底也酸。嗯，脚底也蛮酸的。今天这样还是一个吧，因为你要往前走，反而还要走回来更累。对啊。那走一个半小时。对啊。走回去应该会比较快一点吧。走回去应该会比较快来。好吧，那不然我们现在就往回走，不然受不了了。漂亮了。Hello。啊，这受不了，实在是没办法，走不下去了。好，那我们现在往回走了哈。好，所以我们现在有点打退堂鼓，对不对？没办法。怎么样？走了多久了？两个多小时吧。两个多小时啊，怎么样？脚腿有脚底有点酸。有点酸了、哦。那还可以吗？那还可以走得动啊。因为我觉得这个活动很特别的是，很难得可以看到那么多人啊，对，走出户外，然后没有，就是都是用走路的居多，哎，是开车，对，也是骑机车，几乎都走路啊，沿途都一直看到人，对，这个很厉害，对啊。现在时间是下午四点，应该也晒伤，因为我觉得我觉得好看。哎，我也觉得，我就有闷闷的。我就看他这样走，他这样气喘呼呼的，想说这样不让他休息一下不行哎。我是还可以走，我就看他还可以走。你要怕晕倒怎么办？是不是？扛着他。大家觉得谁可信度比较高？今天走了一万多步。没有听错哈，超恐怖的。我们刚在一个树下面休息，哦，被小鬼咬到满头包哎，全部都小鬼。现在没小鬼，我觉得是一个蛮棒的一个。好吧，那我们要准备要再继续出发了哈、哦。太阳快下山了。对啊。哇，看一下这边这个国小真的非常的漂亮。白沙国小。对。哦，白沙国小在这边，韩梦在那边。这个国小提供了我们凉快的一个休息的地方，而且人很多，你看看，都是跟随妈祖过来的，啊，过客。好。那我们继续出发咯，我们现在买了新配备，就是袖套，而且还有瘦身的效果。你看那旁边那个游客还是很多，超多的，对，不过人都太多。对，好险他妈祖没有坐在手臂上，坐手臂上的妈祖应该可以看妈祖。懂吗？我知道，我懂。那他坐在上面那边看妈祖，这里套袖套，走过去人家看我们一眼。我看一下我们在卖什么东西吧。走过去说来买哦，袖套妈祖的。好了。穿戴下去有没有觉得，哎、欸，好像有点变瘦哎、欸。一件一百哦，两百二哟。哦。那能不用穿外套，也能不晒伤。有吗？好，我看一下，你先看一下。有差吗？因为这个比较凉。还可以。还可以哈。手臂那边太胖，有点累了。好了，继续走了。好了，好，那我们现在继续走。我们现在已经搭配了最新最强的防晒袖套了。啊，看可不可以再走远一点的。不然我们实在走不动了。你走不动，是你走不动。好了，你觉得比较凉一点了吗？袖套的关系吗？西瓜，西瓜也有西瓜哎、欸！哇，我看到这边有，来，西瓜先吃在身上，超棒的。
然不行。妈妈，妈妈，看长腿妈妈。哎，太棒了，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真的超棒，真的，台湾有你们真好，谢谢谢谢啊，谢谢，很感谢，好，谢谢啊，那我拿一块，谢谢啊，谢谢，谢谢啊，超棒，来来来，请大家吃哦。嗯，好甜啊，超甜的。来啊，先吃黑醋啊。真的很甜的，对啊，超甜的。哎、欸，好，那边谢谢啊，好，谢谢谢谢。还有吗？谢谢。有有有。而且我觉得也没有，你这样走走到很热很累的时候，有个西瓜或者一瓶水，你就觉得说非常的棒。就像人家是那种冬天有那个暖的暖、哦、暖冬送炭。有一句成语叫什么？暖冬送炭。哎。就类似，你看，哇，看路边都有这种，你看，这就是台湾，真的超棒的。哎、欸，现在就还蛮多台湾人这样回馈在这个妈祖在地。开心吗？对对对，就是经过路上，就是提供的这些水啊。如果你看今天，假如说没有这個水的话，你看，大家看我怎样？我刚才就大家没喝水而已啊。就可能要配备一台凉水车。对啊。对，不然的话没办法哎、欸。看到蛮多人用手推车在推。你看这边，超棒的，奉茶，这、就是比较传统的，对不对？对，奉茶。就会有那个奉茶那种。好了，我们现在来赶路了。哦。好，一块。好，谢谢罗。糟了，我好像又想尿尿了。你一定要三次的，两次了，我很想一次。我你不走的不够用力，因为你如果流很多汗，你会很想尿尿。没有，刚刚怕中暑了，没有，我水一直灌。我也有啊。才走出国小没多久，又开始想尿尿了。糟糕哦。真的、欸。这样可能走不远了哦。好，看。谢谢你们，谢谢啊！谢谢，我们有了，谢谢啊！哈，谢谢啊！哈，超棒的，真的，谢谢你们，辛苦了，谢谢啊！哇，你看我走没有100公尺吧，就看到人家在看，热情战士，超级怎样？赞，超给力，超怎样？超给力！哎，有没有觉得超温馨的？嗯，有没有觉得就甘心了？对啊。面包辛苦了，来看一下好不好？大家辛苦了。哇，你看这個、超棒，真的台湾人真的就是这样子，谢谢哦，超棒哎、欸，爱心面包哎、欸，看到吗？大家辛苦了，真的谢谢辛苦了，加油啊，谢谢啊，辛苦了，谢谢你们，台湾有你们真好，谢谢辛苦了，加油，谢谢啊，好，来辛苦了，大哥谢谢。哇，你看到，还有面包，一人一个，对不对？好，我们现在差不多来吃汤包。汤包是哦，还吃什么？冰糖。超棒啊！耶！超棒！啊，冰糖啊，超棒！我们现在找车子。然后车子旁边那好像有一间奶油。整只啃的吗？有没有这样做一道没人啃的？不好意思，那500块哦，这个没办法给你们免费哦。就掏出来吧。好，那就掏出来吧。可是这样吃也不方便啊，说实在的，对不对？来吃吃看。哎，我有救他出来没有？出来吧。哎，猜呢？你会更不舒服吧？有点难受。哦、是啊，现在要追寻妈祖的脚步。我们刚刚有没有？由于我们那个方法错误，在导致于我们绕了一大圈，做白工了哈。好，我们现在开车子到那个华南国小这边吧。哦，妈祖现在教室现在这边嘿，所以我们现在。要来去找妈祖了哈、哦！啊，小孩子衣服没带。哦，
对对对，那个重要，那是今天的重头戏。我们今天准备了小孩子的衣服，对，然后等一下要来那个专教底的祈福一下，加持一下，让小孩子平安健康，好不好？哦，我们刚没拿到，所以我们现在要回去拿我们小孩子的衣服。又做白工，你看，又多走了一段那个不该走的路，对不对？
是尊重所有戴帽子的将们的帽子拿下来。
来，咱的另外摸机吼，咱推靠后边边的，扭出空间来，扭出空间来，咱准备要来传牌。来，麻烦哦，咱卖机，卖机推靠后边边的，啊，观众朋友推靠后边边的吼。轿子前面的工作人员，还有一些民众们，我们往后退一点，好不好？往后退一步，好不好？先退一步，谢谢。那等一下呢？所有的人员团拜完了之后，请大家马上让出一个通道，往两侧来站哦。来，来这边啊，表演。准备来团拜哈，准备这个表演呢。全体加跪。所有的民众以及工作人员往后退一点啊，让我们的仪式更顺利的进行。李海尼、霍春、李业、江银、大干马文超、何义新、多布斯、破壁敦化之林、神金牛干、恭喜最多之音。台湾岁主纪海尼，三月七十日，纪念时节日，根据张伯敏设计工程有限公司福村茶叶，张伯敏设计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张伯敏，福村茶叶董事长张俊浩，南投县议员罗美玲，冰茂渔业赖运生。杨才能，率领全体落下众神是灵顶，洪都认真开始去红信誓，贴了新闻，感天地福载之鸿恩，福地我之厚德，第一万报答无疑。今天的恭迎大家进南疆，天上星宝，正香回暖，了尽平安。本案我福村茶叶。同时，咱上边了上天宫，天天上帝，给咱金光师张奎祖师开文武众神明，恭迎大家对咱宫天上神庙，恭迎之内仪表驾神，蒙德加庇上神天爷，以内行科恭备鲜花素果，享受金碧之宜，恭所雕造天地开泰。大家对南宫天上神庙信前恭维，大家妈祖大慈悲，四福降祥又万民。福祈大家对南宫天上神庙身心热诚，感恩悲心，四福降祥，心里和平，平安吉祥。请香火之星信大满天下，不祝安大吉家顺利圆满，恭迎之礼万事亨通，别念朋友家家一福，道心真诚。四时无灾，八字有庆，欢天日通，一回全体人员平安顺遂，黄安所金所，感谢天庭上门，董事长张伯明、张俊浩，率领楼下众神人信任，一拜恳求天伦世主纪海年，三月七十日金上所，已经两时吉日，福村茶叶再次恭迎大家，既然将天上神庙。了结回暖，行三拜礼，一上香拜，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再上香拜，祈求事事无灾，八字有庆，三上香拜，祈求男女平安，财源广进办，祝大家车高升，全体车高升，全体车一休。刚做刚做人话，咱准备来献献茶、献花、献果、献财币、不献金牌吼。咱来刚做人话准备，嘛请咱的耐心，请准备。
咱请到咱老演员，啊，咱准备来献礼吼。在此，在咱大家对南疆天祥信诺信前来邀请到咱南投管理员罗美玲来献茶，谢奉献，献上亲茶。来，咱来邀请到咱福村张俊浩来献酒献花。邀请到福村茶叶兰张俊浩董事长献上神威，请献。请到咱玉茂，咱的渔业啊赖董事长献歌。邀请到玉茂渔业赖玉生董事长请献。啊，请到咱杨董事长吼杨在林来献这边。献财兵，伊就用当时用用财灵来献上财兵，请献。来，咱准备来献金牌，也请到咱张伯明，咱董事长哦。献上金牌，请献。也请到咱张伯明来。设计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张伯明献上金牌一枚，掌声鼓励起。来，邀请到咱华友联集团陆总啊，麻烦，来献上金牌一枚，请献，掌声鼓励。来，接着咱第一道选手哦，李建德董事长。我的话呢，之前呢，我今天那个时候我就差不多我就忘了，你看你更不知道，因为已经开播。来，献上金牌，请献，掌声鼓励。咱再次来给大家妈鞠躬一下哦，全体在此少年，再次祝贺你，福村第一，恭迎大家，地南宫献上新票，瞬间有三鞠躬礼。加一个球，再一个球，三个球，练习。来，咱们有看吼。好，在这边呢，有这个骑马炮准备要来点燃的啊、哦！大家赶快往旁边退一点啊、哦，尽量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来，骑马炮即将要来点燃了，我们所有的朋友，赶快移动你们的脚步哦。小心很准时，阿兰准备要来点起咱的起飞炮，其他那边扔球卡麻烦，啊麻烦，咱来。在咱车行顶啊，后壁边准备来扔球卡吼。
很出席，要来邀请到咱南投国议员，咱罗议员罗美玲罗议员，准备来跟着咱第一门的起飞炮。好，由我们的罗议员啊，来为我们点燃我们第一个起飞炮起跑炮啊！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庆祝的一个时刻啊，大家可以好好的记录下来。那咱的起飞炮哦，威力很大，麻烦。退后面一点，任球开，麻烦，慢车啊，慢车，快到后面嘞。阿妈，要请到咱操盘的准备哦，来接到咱大家妈新球，来恭迎，恭送到咱大家妈做回暖。还有请我们的罗美玲的县议员来为我们点燃第一个起马炮。把所有的朋友一起来共襄盛举。好，没有错，大家看到这个威力就差不多是这样了。大家继续往旁边，往旁边，还有，往旁边了，大家小心，小心。来，往旁边，往旁边站，往旁边站，不要，先不要往前哦，大家先小心你们的脚步。这是被邀请到来，埔村茶叶，好，埔村茶叶，来，张俊浩，张董事长。来，有请张董事长，埔村茶叶也是今天的主办单位，张董来为我们点燃第二个起马炮，有请。大家要记得小心你们的位置啊，先不要往前站哦，尽量往后退一点，好吗？谢谢大家的配合，来有请张董。来，咱们准备被电嘛啊、哦！准备被电嘛啊！来，大大电跑，快点！还免惊，时间无遐紧哦。有没有成功？还有，大家先小心啊，小心啊！各舞啊！主席，来，再来跟着咱第三步的起飞跑。是，我们邀请到咱张伯敏设计有限公司董事长张伯敏。张伯敏，张董有请。来，大家先一样往后退哦，一样往后退，小心大家的安全啊！这是第三起飞跑，由我们的张董来点燃，感谢。来，大家小心哦，由我们的张董来点燃第三 Q 炮，大家先把你们的脚步往后推一点，往后推一点，小心大家的脚步啊！准备被电嘛，准备被电嘛！圆满成功！掌声给人，大家非常中，很享受的，温暖，掌声鼓励，掌声鼓励，恭喜大家拿回人力零四福。麦基，打打来啊，打打来！高手，高手，就咱大家非常强，开场先表，苏斌来回暖，林干彪就咱五村茶叶，就咱张国敏设计有限公司董事长，三亚专业人员，也当然平安时期办事百吉利。在我们今天恭迎我们的大甲妈呢，在我们今天所有的朋友，包括我们今天主办单位张伯敏设计工程有限公司，以及
国春制茶厂，还有我们的月茂渔业集团以及草屯镇长简景贤，所有的呢在这边赞助，以及所有的主办以及协办单位，在今天来恭迎我们的大甲妈回来第零次朋友圆满顺利的成功，也祝福现场所有的朋友请平安非常的平安。本来是有打算就是在跟，结果发现了人真的太多、嗯、然后要挤真的不好挤。今天本来准备小孩子的衣服，想说可以来参加这个嫩牛咖这个仪式，有没有、嗯、然后保佑我们小孩子的平安啊，可以让他就是好睡觉、啊、平安健就是健康啊，保佑一下这样。对，可是人太多，人真的太多，所以我们放弃了，挤不进去。嗯，所以就是说有点遗憾，就是在这一点了，因为我们也准备小孩子的衣服，可是最后面居然没有派上用场，就真的是一个小小的遗憾了、啊。不过也没关系，人家说对心诚则灵嘛，有用手双手合十来给我们妈祖婆来给拜拜，对啊，祈求他保佑我们平平安安、健康快乐这样子。哎呀，虽然说带着一点遗憾，可是呢，在那个路上我们看到了很多那个。很温，我觉得很温暖、啊，很温馨的话，哎、啊，真的真的，就很多奉茶、嗯、就给水呀、啊，对对对的民众，嗯，他们就是看到很多民众，还有一些公资小公资企业，还有小行号这样子，他们就是不求的任何的回报，对呀、啊，就是提供蛮多喝的啊，吃的啊，对，我就觉得说。那时候当你在走的时候，大太阳这样晒，我辛苦了，嗯，对对对，就觉得哇，你就觉得哎，真的，什么台湾处处有温情，对，就感觉就很温馨那种感觉，这样就会让你想要继续走下去的动力。对，然后就看，哎，大家是不是说，哎，他、啊、一瓶十块，一瓶二十块、啊，还、哎、有这个西瓜五片五块，不是啊，他们就是完全就哎，你就拿，多少啊、对，然后你就是反正就是免费供应给。这些水乡的民众，还有这些乡客可以来取用的，所以我觉得真的在台湾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地方。就真的你没有来大甲妈祖这样走，你完全不知道，只看到这些新闻上报的那些打架、啊、闹事那些。可是你实际上来走的时候，你反而看不到那些打架。我看到就是这样走走，就是看到就是很温暖的一些画面。我觉得真的是。真的超棒，真的超棒，真的超赞的，真的。哎、欸，因为虽然说大家就是有时候就是赶路嘛，经过然后没有跟你们说，哎、欸，说声谢谢，哎、欸，谢谢你们，哎、啊，感谢你们这样。可是我觉得他们打从内心一定也是会很感谢有台湾有你们这些默默付出的人，所以才可以形成今天这么美丽一个画面。那希望这种画面。然后在这边呢、啊，跟各位老板，还有各位就是默默奉茶，然后还有一些无私贡献的那些民众啊，老板，还有什么机关，就真的说声就是，哎，谢谢你们，很辛苦你们，感谢你们，有你们真好，真的，你们真的超赞的，我真好感动。OK， 嗯，好，那我们是牛牛一家啊、哦，如果真的有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可以按一个赞。或者帮我们分享出去，让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美丽感动的画面。好，那我们下次见喽。好，大家拜拜，拜拜。